该让你回答啥你都回答啥，别跟我说我杨宗这个，你在这说说其他的事，跑题行不行？你现在高和低，你就选择这一项行，选择之后你那两千多他动不了吗？都一高和低没关系吗？我说你选择高和选择低，那现实属实都一样吗？啊？不变。你跳高和低，那反应也没反应吧？不是变化了，那条屏我叫。